乌克兰有支三个月大的牧师受到战火波及而休克脑震荡，被救出到英国后首度踏上草地，对陌生环境好奇又惶恐，到处搜索适应新家。新闻最后带你一块来看更多资讯，请锁定中视的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分享订阅开启小铃铛。我是杜以轩，我们下次再会。